喂，点啊？去边啊？翻工咯。唔翻得唔得啊？唔翻工，你养我啊？喂喂，又点啊？我养你啦，有租收喎、啊。一间啊，养你自己啦，傻仔。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y， 好高兴在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十月家书。首先祝大家万圣节快乐。今次的家书分为两个部分，项目的商业配套和二期的工程进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山富力广场，它位于项目一期的楼下，总共三层。2017年10月份项目陆陆续续交付给业主使用。我们的业主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商场的业态十分多元化。今天休息，带家人来吃个 brunch， 黑狗烧卖凤爪排骨小笼包，肠粉春卷鸡粥蛋挞叉烧包，牛扒叶牛肉丸叉烧酥马蹄糕，样样都掂啊！中方唔好你慢慢叹，美好一日从依家开始。吃饱了，我们可以去对面的超市 Joy Grocer 买少少嘢。Joy Grocer 目前在马来西亚半岛拥有41间分店，提供各种优质新鲜的季节性产品移民嚟。无论你是挑剔的食客，定是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文艺青年，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购物的乐趣。大家或者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超市会分开两边？其实在马来西亚大部分的超市都会设立一个非清真的产品部门，所以如果你想买酒精或者一些非清真的食品，就要去隔离附属店 Hans Italy。 除了 Joy Grocer 之外，富力广场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买生活用品呢？如果你想买日用品或者是化妆品，你可以过来 Joy Grocer 隔离的 Eon Wellness， 或者上二楼的 Guardian。产品非常之丰富，而且经常会举办促销优惠活动。如果你要买五金电器、汽车配件、文具等等，就要去三楼的 Mr. DIY， 应有尽有，而且价钱非常之实惠。另外，便利连锁店 7-Eleven 和 My News， 我们这里都有。最后，再同大家传授一个购物小技巧：去到铺头时候，先去收银台攞本最新的促销手册，了解商家最新的促销活动，你一定会大有所获。讲到口干，出去买杯嘢饮先。讲到饮品，富力广场选择就好多。Boost Juice 嘅鲜榨果汁，唔沟水唔加糖，24K 纯果汁。特别之处系入边仲会加入 protein， 俾你嘅身体补充丰富嘅维他命。Liho 嘅招牌芝士奶茶红遍全新加坡，除咗芝士奶茶外，仲有大红袍奶茶、冬瓜茶、水果茶、牛油果饮品等等，满足十分挑剔的你。Coffee Bean 嘅 Pure Double Chocolate 系大马网民极致推荐嘅网红饮品。YYDS， This is for you, bro。 在我身后这间全马超过800间分店的 Tea Life， 除了几款经典的奶茶之外，还有很多不同选择的水果茶。在不同季节，他们还会推出季节性的新品。在 Tea Life 的对面，这里是东南亚首家英皇戏院，这里有豪华的装修、专业的影音设备和一班可爱的员工。Hey Gavin. Hi Rick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Thanks for having me. Gavin, can you tell our friends your latest promotion? Hi everyone, I'm Gavin from Emperor Cinemas. And today,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a few great deals for all you movie lovers out there. The first deal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guys is our 10 Ringgit movie day on Wednesday. This applies to all customers for all movies. The second deal I have is actually for our VIP members. Our members will get to enjoy an additional 2 more days of 10 Ringgit movie tickets every Monday and Tuesday for all movies except blockbuster movies. And that's not all. Our members will also get to enjoy and redeem discounted F&B through the tokens they have collected via previous purchases over at Emperor Cinemas. So for all of you watching that has not already joined a member at Emperor Cinemas, we urge all of you to come down right away to our cinema, sign up over the counter. It's fast, it's free, and we hope to see you guys soon. Thank you. 其实据我所知呢，很多男仔会在这里包场去女朋友求婚。屏幕前的你学识未？啱啱带大家简单参观了一下一期的富力广场，大家跟我嚟，依家带你去二期的富力新天地。在销售中心的楼下是新山首家正宗越南特色瓦片烧烤。店家为了保持食材的新鲜和原汁原味，
会用最原始的炭炉加瓦片，将食物在上面烤制。除此之外，这里可以喝到正宗的越南啤酒。再向前行，是正宗成都麻辣火锅熟角印象，够香够麻够辣，还原正宗的四川味道。从今个月起，他们还推出20多款新菜式，除了有最新鲜的海鲜，还有红遍全球的干锅小龙虾。总之，新品多多，令人流连忘返。在熟角印象隔离，就是全新的海景酒吧 Luna Bistro。饮杯，假日傍晚叫上3、5好友，吹下海风，食下美食，听听音乐，饮两杯啤酒，是不是好惬意呢？目前 Luna 仲有一些特别优惠活动，49马币可以买到5杯啤酒。每逢周末，女士们仲可以免费畅饮鸡尾酒。想了解更多的话，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听讲，再好几间酒吧会陆续进驻富力新天地，大家敬请期待。除了美食和酒吧之外，仲有两个绝佳好去处。他们就是 Bermai Service with Sophia Opera House 和游佛游艇俱乐部。众所周知，富力新天地的外观是5粒钻石，而歌剧院就是这座钻石群中最大最闪耀的一粒。目前歌剧院已经对外重启，从11月起将迎来多场演出，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及时获取歌剧院的演出动态。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水上乐园，从11月份起，我们会有游艇和水上摩托艇，欢迎大家来玩。11月5号 Sea-Doo Safari Johor Bahru 将举行开幕仪式，11月25到27号游佛游艇会俱乐部都会迎来盛大开幕。届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一起在新游海峡上面观看这场海上的赛事和表演，期待大家和我一起见证这场海上狂欢。在我的右手边正对新游海峡的是我们正在开发的二期产品 Sin Region， 占地 9.62 英亩，建筑面积约55平方米，定位国际高端滨海居住区。现在正在热销的户型有套内面积约400平方尺的一房、700平方尺的两房、1000平方尺的三房，以及1200平方尺的双锁匙户型，并赠送全屋精装修，房屋总价由53万马币起。现在请大家跟我来看看二期的工程进度。以上就是家书的全部内容，因为时间关系未能为大家一一介绍所有的商家，但不要紧，我们的万圣节活动已经开始，欢迎大家来玩，活动多多，奖品多多。我是 Ricky， 这里是北纬一道富力公主湾，期待与你在这里相遇。 Thank you， 拜拜。富力广场，等一下带你们去看富力新天地，来吧。翻工你养我啊？翻工你养我啊？OK， 来量一下，哇，好舒服。